下跪，攥紧你拳头不松手，过河的卒子不后退。三娘看成是一个没有贞操的人，你把君臣之间的圣洁都给玷污了。你如果仍要胡来，我就先打死你，然后我也死。三娘，三娘，你起来吧。只要你去掉邪念，你还是君，我还是臣，陛下，我绝无犯上作乱的意思。你把枪放下，走吧。不行，你马上写一道你的亲笔诏旨，解除我在宫中掌朝仪的职务，派我到罗大刚的兵营中去。快写。好，好，朕写。朕没有福气啊，你别怪朕，朕是真的爱你。那你就把他留在心里吧。苏三娘，朕乃奇女子，美丽兼容，难得啊。哎，三娘，朕封你为美丽侯如何？我不要侯，论功论劳我也不够，我不愿意叫人说三道四，人家会以为我苏三娘卖身求荣。何必说得如此难听呢？现在丞相的位置都满着。哎，三娘，朕封你个恩赏丞相啊。事后
你会说我苏三娘是用手枪逼疯个丞相的吧？那怎么会的嘛？找一个杀我的借口啊！写啊！要想杀你，现在就可以，用不着找借口。开枪吧！朕和你开个玩笑，我实在是不忍心打死你，尽管你已经冒犯了龙隐。谢谢天王成全了我。三娘，你还会来看朕吗？天王要多少美女，天下尽有，容易得很。臣要去冲锋陷阵，为天王，为天国去疆场撒血。臣不能够做天王的妃子，却是你忠贞不二的臣子。陛下，告辞了。请原谅，真是个值得敬重的人呐。哎，啊，你看，我们昨天一晚上就把棋做好了。啊，看看看。你看怎么样？不错。不过我是随韦丞相出征，有没有军旗都可以。那怎么行呢？若是派你单独进兵，你不打旗号能成吗？有太平天国的旗号也就够了。既然做了就做了吧。哎，怎么做了这么多面？是不是你们俩一人也做了一面？嗨，我们俩这么大的小官怎么能打得上棋呢？就是，那干嘛做这么多？哎，我是想啊，万一这棋在战场上要是烧了、断了或是丢了，再说了，你要是万一派范汝松去做个偏师，去做个疑兵什么的，不也得打棋吗？就是啊，啊，看来你们两个人的兵书没有白念呐。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。哎，你的行李收拾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我帮你收拾。好啊，来收拾。哎，那我也收拾一下我的行李。好啊，一会儿见啊。哎。还留着呢，是不是还想着猴年马月再相见呢？你若是看着不顺眼啊，就把它扔了吧。哎，别介啊，扔了干嘛呀？这也是人家的一番心意呀。再说了，能被人爱，也不是件坏事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贴、宽容了？是被你感化的。哎，公主送你的那块表呢？啊，这儿呢。这可是贵重东西啊，还贴身藏着呢。哎，又来了。我也不能整天挂在脖子上瞎招摇啊。看这个东西这么精致，怡美公主一定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了。我哪知道，你不敢说，你心里不定怎么称赞她呢。哎，怡美公主是不是长得很漂亮？你都问了800遍了。天王的女儿虽然地位高贵，
可人长得不一定漂亮。你说话不老实。我怎么不老实了？人家好几个见过怡美公主的人跟我说，怡美公主长得可好看了，可有修养了。就你说人家不好看，我看呐，你是心里有鬼。我的鬼都是让你的鬼吓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怡美公主她是个好人，善解人意，又通情达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后悔了吧？早知道就该顺水推舟，这样就有个才貌双全的媳妇了。那你怎么办？岂不是又要去投河啊？你都当了驸马了，你还管我投河跳井啊？万生，说心里话，我总觉得对不起他。一美公主为了成全我们两个人，她自己病得死去活来的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她。你要上前线打仗了，省得人家说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。你真的假的？小狗骗你。在朝中当掌朝仪，换上戎装来安庆干什么？我呀，是专门来处置一件要案的。哦，我还以为啊，你是专门来看望罗丞相的呢。我看他干什么呀？来，来，来来，好。啊，你呀，可是辜负了罗丞相一片心了。他腰上啊，总挂着你给他的香荷包。一想你的时候，就托在手上看。你呀，别悬了啊！真的，有一句谎话，天打雷劈。哎，到底有何公干，让你亲自出马？发现有人私通。谁？怎么了？你慌什么呀？你和谢婉妹没什么越轨的事儿吧？啊，哦，嗨。我哪能啊，我们两个清清白白的。再说天朝法度谁不知道，怎敢违反？少不得男的在兵营里当和尚，女的呢在女馆里当尼姑罢了。看看一肚子的哀怨。不过你得当心点，要想人不知啊，除非己莫为。嗨，我真的没事儿。你呀，不用向我表白了，我呢也不管你的闲事儿。你看，你看，我真的没事儿。来来来，我扶你上马。哎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你一个大副丞相的，扶我上马，这不太折我的寿了？哎呀，来来来，好吧。哎，我呀，就是升了主将，军师封了侯，在你面前，也是个牵马坠灯的角色。你可真会说。你看，啊，还是这天津外面好啊，自由。走吧，驾。一杯淡茶，不成敬意。为掌朝仪接风洗尘，末将祝愿天王万寿无疆。请啊。
张超仪总得给点面子嘛。我不是张超仪，我是恩赏丞相到安庆市来带兵的，受你东关正丞相的节制，可你口口声声称我为张超仪，你是什么意思吗？我错了，安庆本是顶天侯秦日纲巡守，因他北伐皖北令我驻扎，如果恩赏丞相有何教育，请随时告知。你，哎，张超仪，不要客气。安庆的鲈鱼正肥，来，请用一点。我不用你请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从前是安徽巡抚衙门，后来义王住这儿，再后来是顶天侯住，又后来是罗丞相住，如今是你住。怎么，这么大一个园子就我一个人住？罗丞相吩咐这院子没事不准任何人进。好啊，把我给隔绝起来了。去给我把罗丞相请来。罗丞相在忙。去叫罗大刚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过来，我在这儿就行。我吃人吗？丢不了你们的罗丞相，都走开，不叫不准进来。是。你坐下吗？你怎么回事嘛？没怎么回事。我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尽管讲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把我当成下贱女人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从何说起啊？你是天王身边的人，怎么能说是下贱？你还敢说？你跟我说清楚，你为什么变了？你为什么变成今天这副样子？我天天等，月月盼，总算盼到又回到你身边了。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你这个黑心的狼，负心的狠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叫我说什么？这是太平天国里富有节制的事，你非让我说破的，有什么意思？好啊，你说太平天国富有节制的事，怎么偏偏我不知道呢？你倒要说给我听听，今天你是非说说不可，要不我替你说，说我苏三娘是天王的宠幸女人，不是王娘的王娘，是不是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可这是你心里想的，只不过你不敢说罢了。我有什么不敢说的？
你都敢做了，我还不敢说吗？好，你罗大刚有种！你想当初，天王硬拉着你进宫当掌朝仪，哭着对我说你不愿意去，我也舍不得放你进宫。我还不知道他对你垂涎已非一日了吗？可是你不跟我走啊！你说的多好听啊！为了我们太平天国，为了我们的理想，你不让我拉出去单干。可是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你忠于的是他，你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你。这是干什么嘛？哎呀，何苦嘛！我如果不这样，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你罗大刚可以骂我，也可以打我，可你就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。我今天就给了你，我让你看一看，我是不是个黄花闺女。你过来呀，你过来呀。今天去天王府不换女装吗？今天就不必了。我啊，是经过准许，以程玉成的身份去拜见公主的。哎，那我也去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说的是真的。又耍小孩子脾气。哎，你能去看公主，我怎么就不能去啊？是你鼓动我去的呀，现在又反悔了，知道你小心眼。你是怕我和公主啊藕断丝连？你小看人，你怎么就知道我提着醋坛子去啊？那你想怎么着？其实我很早就想去看一美公主了，我觉得她比我好，比我有修养，比我通情达理。婉妹，你真是这么想的？嗯，也好。哎，也许啊，她也想见见你呢。不过你得先等等，现在苏三娘不在那儿了，就不那么方便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说苏三娘，她放着掌朝仪不当，她干嘛非要带兵打仗啊？你啊，只懂你自己的感情，从来不想别人。苏三娘和罗大刚他们的事儿，你不知道吗？她和罗大刚，不是说她和天王？你别听人家瞎传，我看不像。苏三娘是个烈性女子，要不她怎么去找罗大刚啊？对呀。我怎么没想到啊？走吧。请吧。是。哎，这位是谁呀？回天长金，我是他的排刀手曾婉生。不像，你长得这么纤弱文静，倒像是个女孩子。公主好眼力，她叫曾婉妹，是曾天养父丞相的孙女儿，从小女扮男装，没有几个人知道。啊。
是天朝花木兰呀，快请里面坐吧。是。天长经的屋子怎么这么冷清啊？我真想带发修行，可我知道那就犯了天国的大忌，也会让父王震怒伤心。这是为什么？天长经应该高兴才是啊，岂能信这？你们坐吧。在凡世间倦了，想斩掉烦恼之恨，现在心静如水，身体也就好多了。哎，可惜你这个金枝玉叶了。我今为菩萨道，已发无上正觉之心，如法修行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，速成无上正等正觉，我心清远而高洁矣。公主说些什么呀？我怎么一个字也听不懂？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天长经，我们天朝可是痛斥佛教的。我并不想在这里修行，我是偷着看佛经的，没有人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美貌的女孩子便是你青梅竹马的伴儿，是吗？正是。我们俩马上要到武昌前线去了，她没见过公主，想来看看。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陈玉成，难怪你痴心如此。值得，值得呀。我是来感谢公主大恩大德的。说哪里话，生生之处常识宿命，一切皆命也，岂是别人帮得了的吗？公主，我们得走了，改日再来拜会。二十大千三千世界，六种震动，一日相见，愿妙花纷纷而降。你怎么了？义美公主她好可怜呢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应该成全你们俩，这都是因我而起的。这不能怪你，你没听公主说吗？常识宿命，一切都是命，都是由天定的。走吧。我化妆溜出去侦查一下，看援军到什么地方了。
我的家。来呀，给我抓起来！快点，快点，放开！快点，收了！放开！这是北王韦昌辉的父亲，你快走吧。啊，快走吧。好，咱们走。怎么了？前面出了什么事儿？啊，前面出了什么事儿？没什么。啊，东王，是北王韦昌辉的父亲韦元介。把他给我锁了，拿回东殿去审。快走啊！小的该死啊！误中了东皇大驾。快走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！令妹在找你。啊，我就来。明天咱们到城外去视察大营，翼王在城外呢。啊，是。哥，哥，你快来！我跟你说，急急忙忙的什么事啊？父亲被东王锁了去了。嗯，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只因为父亲的轿冲了东王的仪仗。欺人太甚。连天王尚且不敢辱我，这杨秀清他太不像样子。哥，快去救父亲吧。不，我不能去。他不敢把父亲怎么样，我若是去了，他还以为我怕他，这以后的日子可就没法过。哎呀，哥，你快去吧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快点。北王留步。北王。是不是东王要把家父正法呀？那怎么会呢？东王叫我来，请你过去一趟。连我一并责罚。北王殿下说笑话了，快过去吧，东王等着呢。备轿。把这几个目中无我的东西推出去斩首。是。东王饶命啊！东王饶命！却怎么看见大家呀？却怎么看见大家？走！你给自己定个什么罪啊？哼，你是等着你儿子来救你吧？本王成全你啊！我已令人宣你儿子去了。看看他是怎么救你。东王，适可而止吧，他毕竟是北王的父亲，训几句就行了。你不要多嘴。天国还要靠北王出力呢，万一逼得他……他还反了不成？你退下，我自有道理。启禀东王，家父冲撞殿下，多有得罪，看他年迈昏聩，您就饶他这一次吧。你不知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道理吗？念他初犯，你可不是初犯。当年你怂恿你的族人与我岳父争房基地时，你不是说过东王府的狗也比人高一等吗？东王息怒，这恐怕是流言重伤啊。
那令尊该怎么处置啊？东王怎么责罚都行，我愿代父受罚。请东王殿下成全我这孝子之心吧。嗯，这还像个孝子？好吧，成全你，就免杖辱父。来人呐，在，把韦昌辉拖到院子里，责打50军棍。请东王开恩呐！看在北王德高望重的份上，求东王免打。请东王开恩。哼，德高望重，他有何德？德有多高？都退下，不准求情。来人，在，拖下去打。是。谢东王。对不起了北王。刘达，停了，我数着呢，才49下。快快快补上！起来吧，慢，别走啊！武昌城久攻不下，我还要与北王商量军情呢。方才我责打的是不遵守天朝律令的韦昌辉，现在我器重的是镇守天津城的难得将才